非常的惊险，是夫妻两人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而这个救命恩人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因为高雄县这对夫妻可能是因为债务的问题让他们想不开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想到要烧炭走绝路。还好他们念国中的儿子很机警，闻到浓浓炭味的时候觉得不对劲，赶快向管理员呼救，结果把自己的爸爸妈妈救了回来。消防队火速前往救援，因为接获通报，有夫妻想不开，在房里烧炭寻短。等一下，把这个门电梯。来到现场，炭盆还在房间角落，丈夫先行送医，消防队员随即抢救躺在床上已经陷入昏迷的妻子。两人送医之后已无大碍，但想都想不到，将两个人从死神手中救回来的，竟然是他们念国中的亲生儿子。伊就讲，爸爸妈妈的房间有一个异味啦，就是一个烧焦的味道啊。门开袂开啦，内底反锁啦。我就帮伊，我就去遐看看，我就帮伊报警安尼。而根据了解，振兴夫妻俩念国中的孩子原本12点多已经回房间睡觉，但总觉得心神不宁，3点左右醒了过来，在客厅看电视，谁知道5点多就闻到浓浓的烧炭味，立刻向管理员呼救求援报警。而根据警方说法，经营面包店的夫妻俩疑似因为债务问题要走绝路，不过员工说丝毫看不出来异样，感情都很好，这样没有啊，看不出来有其他那种，没有啊，感觉不出来，应该也不用看吧，因为看大家都知道他们感情很好啊。面对到正常吗？有啊。做傻事前多想几分钟，或许就能海阔天空。但所幸儿子机警，从鬼门关前救回夫妻俩，也避免憾事再添一桩。《民事新闻》王俊杰、凯茂高雄县报道。